韩国31岁谐星朴娜莱近年来在节目上以夸张的肢体表现虏获观众眼光，一连在 MBC 演艺大赏、百想艺术大奖夺奖，知名度上升快速。近期却被掀出6年前的影片，只见他留着平刘海，长相清纯，一双圆滚滚的大眼，有着标准鹅蛋脸，外貌与现在的他相差甚大，震惊大批网友。和现在有着圆润身材的他，真的差别好大啊！据悉，朴娜莱讲话风格幽默，是许多综艺节目固定演出的嘉宾。他更在2016年夺下 MBC 演艺大赏 The Writing 部门优秀奖，获得高荣誉。又是一个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，却偏偏要靠才华的人，真的很赞哟。